才糟糕。我早说过用新欢赴旧伤，伤好不了。可惜总有人相信爱情会是解药，睁眼也不眨就一口干掉，不管他情或怎么伤，要真有麻烦该见才了。这些倒也不重要，明天醒来是哭或是笑，总有人会找。再说说的再多也不见得有效，心有多痛要痛痒才知道，究竟结果是求饶还是找到我，不试试永不会揭晓。有人永不知足，总有人装不在乎，兜兜转转迷了路，一点点寂寞也忍不住，这辈子注定过得比别人辛苦。总有人不服约束，总有人存心辜负，总让那专情一航哥，我先问你哦，你怎么会跟这种糟老头结拜？我还有哦，他说你跟那个玉罗刹感情很好，是不是真的？小蝴蝶，你问这个干嘛？大师兄说的果然都是真的，你真的跟那个女魔头勾结，背叛了师门。我没有做任何错事，怎么会背叛师门呢？我不管，你跟那个女魔头在一起就是不对，就是背叛。一航哥，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你？哎，兄弟啊，你这个毛毛虫悄悄告诉你他爱你啊。你这个糟老头，你快闭嘴啊！你这个毛毛虫在闭嘴呢，难道我说够了够了？小蝴蝶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是你也要明白，我真的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师门的事。一航，你没罪就跟我回山上向你师父解释。弟子卓一航拜见二师叔。一航，从我下山就听说你不少的恶行，你不但玷污了我武当派的名誉，更破坏了我们与江湖同道的感情，你可知罪啊？乔道士，你要是敢这样欺负我兄弟，小心我打了你满地找牙。老哥哥不要乱说话。一航，这个老鬼是谁啊？你敢骂我老鬼啊你？老哥哥，他请你不要管这件事，这是我武当派的家务事，你这样做只有害我。好了好了，看你这么为难，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谁敢欺负他，我就对你们不客气。我在这边等你啊。一航，你交的好朋友二师叔，他只是脾气怪，并无恶意。那玉罗刹呢？他杀我武当弟子也是没有恶意的吧？二师兄，你快跟二师叔说，你跟玉罗刹已经断绝了关系了，你快认罪吧，二师叔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二师叔，弟子再怎么说您也不会相信，但是弟子只想请求二师叔让弟子进京办一件事。我要进京向太子殿下禀告朝中大臣与大金人勾结的事，这有关国运，请二师叔恩准。住口，这些都是你胡言乱语，只是想脱身逃亡的借口。二师兄，你是要受他的骗呢，还是要尽快把他抓回武当山呢？当然要抓他回武当。二师叔，弟子所说的都是事实。住口！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武当派的掌门令牌。还有呢？剑牌如见掌门。还有呢？不遵令牌，如同叛门，立刻处斩。很好。那你是要我狠心的立刻将你处斩，还是要跟我回武当？弟子当然遵令行事。那就好，把这个叛徒给我绑起来。是。哦。站住！站住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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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谁敢再动他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你们大卸八块丢到河里喂王八。老哥哥，别管我的事，你快走吧。其他怎么行了？他们要欺负你，我不能走啊。你救我就是让我背上判门大罪。你快走吧。我快走啊。好，我走。你们听好，谁敢再欺负他，我不会善罢甘休。哎呦，押回去。是。令姐姐，你总要吃点东西啊，这样才有力气去找卓大哥啊。找到他又如何？让他再来嫌我这个女强盗，还是让他再来伤害我？令姐姐，卓大哥是官家之后，脑子里难免有一些偏颇的想法，相信我们只要好好跟他说，他一定不会排斥绿林的朋友的。对不起啊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哎，你还真不好找啊你！有什么事要求我？哎，小丫头，哎，不，小师傅，我的兄弟快死了，快去救他！你兄弟？你兄弟要死要活，关我什么事？啊？这你怎么说这种话呢？我那个兄弟啊，就是跟我爸爸直交，那个个子长得高高的，头发乱乱的，人长得很英俊，鼻子尖尖的，眼睛圆圆大的，看起来像个外国人的。哎呀，卓一航，你总认识吧你？啊，他快死了。卓一航，卓兄他怎么了？哎呀，他被那个白石道人，那个白石道人抓回武当了。啊，你看他被抓回去，一定判一个什么背叛师门的大罪，这个罪可就问斩啊！哎，你们说，我们不救他，他是不是活不了了？是不是？令姐姐，我们赶紧去救人吧。哎，对，赶快救人。你们先到京城联络太子殿下，我跟萧萧去救人，我们京城碰面。好。小师傅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那边？对，就是往那边。他真是聪明啊，是不是？那各位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再见啊。小心啊。你们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，前辈？没事，我没事。我就告辞。告辞。走吧。走。一航哥，你先别难过，你要是答应我以后别再跟玉罗刹见面的话，我就替你求师傅，师傅最疼我了，他一定会听我的话，原谅你的。我没有犯错，师父自会明白我对师门的忠心。二师兄，你怎么那么拗嘛？你明明做错你就承认嘛？你是存心让我跟小蝴蝶为你担心受怕。师妹，二师弟已经被玉罗刹迷失了心智，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不要再多费唇舌劝他了。霓裳，玉罗刹，一航，我来救你。白石道长，把他放了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他是我武当的叛徒，你别想带他走。你走吧，我不需要你救我。他们要你回去受审问斩，我怎么能不管呢？你走吧。你这个小妖女，我师兄让你走，你没听见呢？快走走！玉罗刹，一切我武当派的债，今天贫道可要斗胆的讨回了。你想讨回什么？你一年辱我武当弟子六次，又请你剁下六根手指头，让贫道带回去交差。你武当剑法自命天下第一，在我眼中不过如此，所以你最好不要自取耻辱。大胆！二师叔，请您不要再打了。霓裳，你不走，是存心让我为难吗？你宁愿接受门规的制裁，也不让我救你吗？你走吧。小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兄弟，你是怎么了你？你脑子让这些臭师兄给熏坏了是不是？我小师傅要救你，你为什么拒绝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刚才结拜完，我们是生死之交，现在你找死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我跟你陪葬是不是？老哥哥，小小，你这老怪竟敢侮辱我武当弟子。怎么了怎么了？你们武当弟子是金漆玉雕的，不能骂。我不但要骂，我还打你臭嘴。小小，你别你呀，我的，我是替你教训你那不成才的弟子，对前面是不是该尊敬一点？你这个死老头，居然敢动手打人，而且还敢训人，我土豆跟你拼了。等一会儿，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土豆啊。叫你马铃薯行不行？不行，当然叫你土豆了。我把你剁成四两半，你看怎么样？
啊，还不把你收回去，这是干什么？大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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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少，不要再闹下去了，再闹下去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。你这叫什么话？哎，我小少活了几十年，好不容易找到像你这样对胃口的人，哎，你不能不跟我做兄弟啊？那就不要管我，我请你马上走好不好？我快走啊！哎，小叔，哎，你看我兄弟脑子坏了，这怎么办？他不要我救，我偏救。嗯。师兄，宁莎，你再动手伤我同门，就是陷我于不义，让我触犯门规，罪加一等。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只有自尽，以泄师门。你快走，快走啊！小亮，你是不是把剑摆错位置了？你不能割掉，万一别人绊你一脚，或者你自己滑倒，哗一下脖子划开了，我是不是要跟你到阴曹地府去？小亮，不要说了，我们走。白石老道，我先把话说清楚。卓一航跟你回武当山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小心我踏平你整个武当山。兄弟啊，你可要好好活着。老哥，我想跟你多聊聊天呢。啊，告辞。卓一航，回山之后，你自己好好跟你师父解释。小师傅，小师傅，你在哪儿啊？小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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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你别难过嘛，你一难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不懂，一航说过他愿意为我受苦，为我去死，可是我要救他，他却要回去送死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哎，他就是死脑筋嘛，他把这个十分戒律啊看得比他的命还要重要。我也真倒霉，怎么会交了这么一个不要命的小顽固呢？我这条老命啊，迟早要送到他的手上了。哎，宁浩，你这次下山，犯了我武当派多少戒条？弟子没有遵循师父教诲。犯了第二戒，不敬尊长，得罪同道。据你师叔所说，你误交匪类，沉迷美色，残害同道，又我是犯了第几戒？师父，二师兄他只是一时糊涂，被那个小魔女给蛊惑了。其实他并没有残害同道啊，求师父从轻发落。师父，二师兄虽然犯了过错，但这一次回山，他拒绝玉罗刹的搭救，宁可回师门接受门规的制裁。可见他二师兄已有悔过之心，还请师父原谅二师兄，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住口！现在是在论究本门戒律之事，你们两个不要在那边胡言乱语。师弟，你好，你说，究竟实情如何？师父，玉罗刹虽是女强匪，但他并不像外传的那样残暴不仁。你闭嘴。师父，他杀害四师弟，又杀松阳派弟子，而且一连数次辱我武当声誉，像他这样的女魔头还不够残暴不仁吗？师父，玉罗刹告诉弟子，他并没有杀害四师弟，是有人陷害他。住嘴。四师弟的死有血书，有人证，你爷爷也曾遭受他的侮辱，竟然恬不知耻还敢替他强辩，你心中还有师门，还有你卓家的祖先吗？少南，让他自己说。师父，弟子明白玉罗刹是个女强匪，但她协助弟子。卓南私通大金人的奸贼，阻止大金颠覆朝廷，统治我大明百姓。师父，他这种异行也请师父明察。玉罗刹既然是绿林巨盗，有人要颠覆朝廷，那岂不是和他志同道合？
师父，这就是玉罗刹与众不同之处，他把那些奸贼恨之入骨，在他心中天子可取而代之，但我大明江山绝对不能亡于大金。掌门师兄，这全是一行一人之言，依我所见，这玉罗刹狂妄自大，不但杀害我武当弟子，还处处与我武当为敌。一行他被女色所迷，可见女魔头心机深沉，请掌门师兄切勿受他欺骗。如果不依门规重惩一行，如果凭我武当受辱之心，将来又如何让弟子坚守门规？师弟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一行所言也并非无理，倘若他所说属实，我们岂不是冤枉了好人吗？师父，二师弟爷爷遭劫，四师弟之死，都是弟子们亲眼所见，怎么会说是冤枉了那个女魔头呢？你真的亲眼看见玉罗刹亲手杀死了你四师弟吗？师父，弟子并未亲眼所见，但那玉罗刹留有血书警告我武当。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。是。你好，本来我们武当一派素来就不主张过问朝政，但据你所说，如果属实，这些勾结大金人的奸贼则是有关国运，你也深受其怨，这事我们不能不管，但你的确触犯了门规，我既是武当的掌门，也不能置之不顾。为了调查事情真相，我先罚你在石牢中面壁悔过三个月，待为师查明真相再来审讯，你服是不服？弟子恭领责罚。师父，这处罚太轻了，叫弟子们如何心服？怎么，你不满为师的判决吗？弟子不敢。这条，二师弟，你不要以为师父袒护你就可以高枕无忧，我一定会查出玉罗刹杀死四师弟的证据，让你永远无法再做武当弟子。关门。走。师兄，师兄，主动。以后我不能教你剑法，你自己要好好用功哦。师兄，你坦白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被那女魔给欺骗了？没有，我相信的。可是为什么我看到的跟你说的又不一样呢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是不想看到你一时受骗而毁了我们武当的名誉。师兄，现在师父已经对你从轻发落，我只求求你不要再管那女魔头是好是坏，你都不要再跟他见面了好不好？要是你再错一步的话，不但师父饶不了你，就连我也不会原谅你了。主道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会很小心，不会再走错一步，更不会让你失望，好不好？嗯，回去，快走啊，回去了。左一行既然已被抓回武当山，我们应该尽全力捉拿玉罗刹，抢回白玉凤凰。玉罗刹这个女魔头武功高强，抓她真是不容易。现在先别管玉罗刹的事。领主，为什么不抓玉罗刹了？我刚刚得到消息，先皇昨天驾崩。太子殿下，你准备登基为皇了。太子殿下登基，那我们的计划不就完了吗？你放心，就算太子殿下登基，他也没有能耐来破坏我们的计划。不过你们两个要暂时放下手边的一切事情，跟我赶回宫中应变。是。我已经向你低头认错了，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？你有你的原则，你不必向我低头，更不必向我认错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做朋友，永远都不要见面了？
到底是有缘还是无缘。小师傅，小师傅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他死了。什么？你好，他死了。哎呦，小师傅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的兄弟没死，死的是皇上。皇上死了，那现在谁登基？朱常洛太子殿下吗？还会有谁呢？太子殿下登基，糟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身边的人有许多都是勾结大清人的奸贼。大清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那咱们是先救皇上呢，还是去救我那个死亡国的兄弟卓一航呢？是是，皇上不幸驾崩，大明举国同悲，卫冕国家群龙无首，太子朱常洛匆匆登基，将大明朝推向了另一时代。小蝴蝶，我要给二师兄送饭，你要不跟着一起去啊？我不要。哎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这么做只会使你更不快乐啊。我真的不明白那个玉罗刹有什么好，他除了漂亮一点以外又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为什么一行哥偏要那么喜欢他吗？小蝴蝶，二师兄他只是一时的糊涂，我知道他绝不跟玉罗刹在一起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告诉你的？我跟二师兄谈过了，他也答应我以后绝对不再跟玉罗刹见面了。他真的这么说啊？那他有没有说到我？当然有了，他知道你对他好，所以特地要我来转告你，说他以后呢绝对不会再走错路，也绝对不会再辜负你了。他真的有这么说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土豆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算他有良心。那现在可以跟我一起去送饭了吧？送饭呢？这么一点小事我去就行了，你不用去了。哎，我二师兄，我帮你送饭来了。谢谢你，师妹。谢什么？我以前还不是常常送饭给你吃。二师兄，你的心意土豆都已经告诉我了，其实只要你以后不要再走错路就好了。快吃吧，趁热。我不想吃。二师兄，你是不是真的以后都不会跟玉罗刹在一起了？你这样做是对的，大家都知道你以后啊一定会是武当派掌门，所以你的妻子呢应该也要是一个名门淑女才对呀。哎，老哥哥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嘘，哎呦，你外头那个脓包师弟啊，我一根指头就摆平了，这脚倒飞了我一掌啊。嘿嘿，待会儿聊，待会儿聊啊。哎，老哥哥，你赶快走吧，如果被师父发现那就糟了。哎呦，这事不用你操心了啊，兄弟。你干什么？不要。你这是干什么嘛？你听我讲啊，你那个小师妹呢帮你准备了好酒好菜。你看看，来来来，喝点喝点喝点。咱们俩哥俩喝点，你俩先喝。你干什么啊？你打回我师弟师妹，陷我于不义，我不认你这个兄弟，我要跟你绝交。你简直把我气死了。你啊，要不是我小师父叫我来，我才懒得受你这个冤枉气呢。什么？是霓裳要你来的吗？嗯。他人在哪里？他人在哪里？他快死了。开什么玩笑，他快死了。
他是不是病了？废话，他要不生病怎么会死啊？哎，他生了什么病？你现在知道着急了？快告诉我，你现在坦白告诉我，你到底爱不爱他？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快告诉我他在哪里就可以了。你要是不回答我的话，我不会告诉你他人在哪里。你，怎么？你怎么样？爱不爱他？我当然。你当然怎么样说啊你？你，我当然爱他。什么？没听见？我当然爱他。大声一点。我当然爱他。那就是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你发誓？你发誓？老哥哥。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？说话啊。你好了，你别指我了，我就奉了小师傅之命出来，去来跟他聊聊。我不能出去。什么叫不能出去？你不说我说谁知道？哎，过来。嘿，现在你们两个好好聊聊，我替你们把风一下。哎，好了。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你会回来受苦，我怎么可能一个人去京城呢？这是我应受的惩罚，我不觉得苦。可是你并没有犯错，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惩罚呢？你不明白，我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就是因为我们相爱，所以你就要受罚。女杀，你应该知道我们武当门规森严。那是因为你认识了我这个女强盗，所以就该受罚。那好，我去跟你师父说，我从此以后金盆洗手，不再做强盗了，看他罚不罚我。等一下，你不能去找我师父。你不想我改邪归正吗？霓裟，有很多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这么说，是跟你那个师妹有关了？这跟她无关。我倒是认为挺有关的，你的那个师妹对你用情很深，如果看到我们这么相爱，她一定会誓死反对。不要再说了，这件事跟我师妹无关。今天你这样贸然的来找我，师父一定会误会我，更让我没办法替你辩解。我知道你想我走，不要给你制造麻烦，可是我今天来一定要带你走。为什么？皇上在前日驾崩，太子殿下继承王位了。太子殿下现在是皇上？那么朝廷内那些奸贼一定会要谋害他。所以呢，小兄弟，你还是跟我们走。不行，虽然这件事关系国运，但是我一定要先向师父禀报。你，月罗刹，你胆敢私闯我武当山，就别想再活着回去。二师叔，当今皇上有难，我们必须赶去救他，请你放我们走。是啊。哎，罗一航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新皇才刚登基，哪来什么危难？分明是你跟这个魔女勾结，想逃出牢狱。今天如果我不好好教训你们，将来我武当派如何在江湖上立足？你们这些人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不要在那装腔作势。玉罗刹，你武功虽高，只是你想离开武当，我武当派弟子拼死也要杀了你这个女魔，绝对不让你再活着羞辱我们。二师叔，为了我武当声誉，咱们拼了！住手！让他们走。师父，玉罗刹私闯武当派。别说，让他们走。师父，住口！谁敢违抗我的命令，我就把谁驱出师门。师父，弟子真的是为了大明百姓，要去拯救新皇帝。别说，你们走，走。紫阳道长不愧是武当掌门，理智清明，令人敬佩。一航，你师父都放行了，我们走吧。师父，走。走。哎，走。一航，没想到你师父会放我们下山。哎呀，那是他师父聪明，要真的动起手来，凭那些武当派的笨手笨脚的弟子，那不知道死多少人呢。笑笑，师父，我是以大明国运为重，要不然谁也别想下得了武当山。啊！紫阳道长，
你竟然放我们下山，又来阻拦，是何用意？余罗刹，你入我武当之事，改日贫道定会向你讨回公道。只是事有缓急先后，为了国运，贫道才会放你们下山。一行，为师想问你一件事，请师父训示。听你说，皇宫锦衣卫李天阳，也是勾结大金人的奸贼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没想到他竟会沦落至此。哎，老道，你有话快说啊！哟，什么快放？你究竟想怎么样啊你啊？贫道只想求二位一事，如果李天阳肯悔改认罪，请饶他一命。师父，李天阳是当今皇上的侍卫，他对新皇帝的威胁应该最大，为什么要饶他一命？哎，他是为师的一名故交，为师不忍他就此身败名裂，身首异处。那好，就看着道长的面子，除非有必要，我们是不会伤害他性命。多谢练姑娘。一行，我们走。来，师父，弟子替皇上解除危难之后，一定立刻回武当山，接受师父的制裁。一行，走了。二师叔，师父他一定是疯了，居然把玉罗刹给放了，这对咱们武当派来说简直是一大侮辱。就是啊，二师叔，我师父他一定是疯了，你可别像我师父一样怕事，我们愿意啊跟着你下山去把那个小魔女给杀了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说了，我跟你们一样感到心痛，但是身为武当弟子就不能违抗掌门之命。二师叔，师父他心智不清，难道我们也要跟着被人家侮辱践踏吗？如果你不敢违抗门规，那我不怕，我一定要杀死那个小魔女才能消我心头之恨。师父，恶华，下次再让为师听到你口出不逊，我一定按门规制裁。我，你们现在出去吧。是。二师弟，你可知道李天阳的事？我知道，没想到他竟然堕落至此，甘愿沦为异族的走狗。不过他离开我妹妹已经有十多年了，我也已经不再认他是我的亲人。上一次我到清虚观捉拿卓一行的时候，他也在城里，我都没去找他。但是他仍然是恶华的亲生父亲，当初他曾经对我武当有过恩，如果他肯悔改，我愿意代他受过。只是恶华知道这件事吗？不知道，自从我妹妹出家为尼之后，就绝口不提李天阳的事。我带着恶华来到武当习武，也从来没有告诉他这个秘密。恶华年少气盛，最好先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，免得再起风波，影响我武当的令誉。掌门师兄请放心，这件事我自会小心谨慎。二师弟，你真的没有跟李天阳见过面？师兄，我可以用生命保证。是说太子登基之后就经常闹病无法上朝？是，现在宫中内外传说纷纭，有人说皇上得了一种怪病，也有人说是不是皇上迷恋后宫所以治病。迷恋后宫会生什么病啊？小师傅啊，这话还是我来说。因为这后宫啊，他有很多妃子，还有很多宫女，但是只有皇上这么一个男人，所以呢，那皇上当然会身子虚了啊！哈，原来那个皇上是个好色之徒，那我们还救他干什么？让他早死早好了。我想这一定是谣言，皇上刚刚登基，国事都忙不完，哪还有精神顾别的事？我赞成卓大哥的话，这个皇上虽然有心把朝政弄好，却不会不顾自己的身体，一定是那些奸臣在他身上弄了什么手脚，让他生病无法上朝。你是说下毒？
是啊，新皇春秋鼎盛，这些勾结大金人的奸贼一定不会让他在位太久的。对，看来皇上是身处险境，我们得早点去警告他。嗯，这么多守卫啊，再过去就是皇上的寝宫了，那里戒备比这里还森严，我看不如我们分散开来以减低风险。我也是这么想。余少，皇上认得我和王兄，我们进去面圣，你们留在宫外把风。走走。这个奸贼，他这么快就回宫任职，一定不安什么好心。走，咱们上去看看。好。皇上，卑职带鸿胪寺丞李可灼来见皇上。微臣李可灼叩见皇上，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免礼免礼，起来说话。谢万岁。李可灼，臣在。宰相方从哲说你有治百病的红丸，可是真的？回皇上，这这是皇上洪福齐天，奴才的药丸在上个月才刚刚配成功。李可灼，听方丞相说你的红丸可是仙丹妙药，是如何的配法？你倒是说出来听听，也好让皇上放心。是是，禀皇上，奴才的红丸是用千年何首乌、天山雪莲、长白山上等人参，还有端午日正午时正在求偶的蟋蟀作为药引，是微臣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侥幸配制成功的，微臣这就呈给皇上看看。那个红丸很像是少林寺的小丸丹，只是一种强力提神的药丸。我看这李可灼是乱进假药，看来是魏忠贤这个奸贼假借方丞相之名，叫这二品小官来献药，以备将来做替死鬼。嗯，这红丸真的是神效无比吗？微臣斗胆不敢欺瞒皇上，只要服上一粒，微臣保证皇上立刻生龙活虎。嗯，好，那朕就先服他两粒，岂不是更好？啊，皇上，一颗就够了。李可灼，一次服两粒，药效一定加倍。依我看，皇上服下去之后，明日便可上朝与各位大臣共商国事。是是是。哎，魏忠贤，我看这红丸的药性的确够强，朕现在感觉舒服多了。真是恭喜皇上，能得奇药治病，真是托天之幸，也是百姓之福啊。嗯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赶快退下，让朕好好的睡上一觉。是是。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朱一航，王兆熙，你们这时候闯入寝宫有何急事？我们冒昧进宫是向皇上示警的。示警？什么？皇上在与卓一航和王兆熙说话？是的。魏公公，此事不早点解决，后患无穷啊。
没想到卓一航他们这么快就到宫里来了。少说废话，快走。嗯。秦阳兄，怎么办？别惊慌，不一定是来抓我们的。能不能抓住他们？杀！竟敢勾结外敌，图谋我大明江山，此辈不仇，怎向朕消除心头之恨？皇上，朝廷内外都有这些卖国奸贼，有的甚至位高权重，还请皇上小心应对。嗯，周一航，你老实跟朕说，你是否也怀疑魏忠贤？草民一介布衣，不敢对朝政妄下论断。没有确切证据的话，也不敢随便论断魏公公。只不过东厂跟锦衣卫都交托给他，如果他真的是其中之手，则大祸将至，还请皇上三思。魏忠贤不忠不贤，朕岂有不知之理？只不过他目前掌管皇宫厂卫大权，朕不能草率行事，以免祸及萧墙，防备不及。可是皇上，若是不早日将其除之，恐怕以后会更加的危险啊。这事等朕病好了上朝之后，自会妥善处理。二位报国忠心，朕甚感佩。对了，最近皇上气色看起来很好。气质是很好，简直是好极了。李可灼的红丸还真是药到病除啊，刚才朕还痛得起不了床，现在朕感到浑身舒畅。药虽好，不过皇上久病，还是以珍摄食物才是治病良方。皇上怎么了？此时朕腹痛有气，快传李可灼，叫上了红丸来给朕服用。快！是。皇上，草民有事不便久留，先行告退，请皇上多多保重。走开！好，皇上，你怎么了？快传李可灼。是。赵西哥，皇上怎么样了？皇上病理复发，情况不妙。看来皇上这命是活不了多久了。我们一定要设法再进宫去救他。啊，救谁救谁？慢点，你救谁去啊？啊，你对他已经尽了你的忠心了，对不对？这皇上该死该活，你让他去嘛。重要的是你，你不能再动进皇宫的念头。你要是去了回不来，那可划不来了，是不是？皇上病体加剧，势必引起骚动，我现在需要你来维持秩序，所以你最好不要贸然的离宫。可是皇上已经知道卑职的事了，不离宫反而会坏了魏公公的大事啊。李天阳，你不用害怕，皇上他过不了正。令主，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皇上已经知道我们的事情，怎么能够让他继续活下去？可是这皇上才登基一个月就驾崩，这朝廷必乱了。哼，越乱才越是我们的大好机会。魏公公，只要皇上驾崩，以你之力，再加上与你相好的客氏，绝对能扶持幼小的太子登基。到时候你大权独揽，再加上我有大金人的鼎力相助，我就不相信有谁还敢惹你这幕后的大皇帝。当时你为着爱君而放弃了自己，心家里思念君而在深夜里哭泣，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，孤单是我给你的伤害，让我吻一吻你的脸。喜欢你在乎的表情，尤其是自出